弹棒。不会攻，不会攻。人手用弹的。打了，打不中原木。这边挑战过。我啊，今天我是用原谱全弹棒，啊那个时候好像可以全接原谱啦，啊那个时候我就试了一次用大乱弹，结果啊才四五格而已，现在是进步蛮多的。对，那个用弹棒，你要脑袋怎么解析它？你刚是用正功的都还要想了，开始在练这种怪东西，也没有怪啦。哦，刚好符合我的名字，不会打大乱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你要走？对啊。